百年历史拢是 his story， 唔是 her story。长期从疏忽的这女性的故事，较特别的，就是讲来设地标。台湾的女性会当抛开这个绑脚布，啊，有无同款的梦想？当我的性别眼睛打开之后，就看了另外一个无同的世界。我的主张吼，就是咱每一个人先做人，才做男人或女人。所以，我就是要找出这款对女性历史不朽的见证。艺术家来个设计哦，水水。咱要在台湾的地图上布满的女性文化地标了。对咱台湾的女性的写历史，我感觉这款的代志一定爱有人做。